2016年年初的一场超大寒流，平地下雪 ，MIT 台湾至全台连线雪拼不满足，还召集向导成军向台湾次高峰雪山挺进，没想到在武陵农场遇雨，行程耽误了一天多，更没想到的是，开始攀登后却是万里无云，白雪覆顶的连绵山景让大家一饱眼福，一行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登雪山有雪景可赏最好，却又怕峰顶积雪太厚，就算装备完善、经验充分，毕竟还是有人力无法克服的障碍阻碍我们攀登。于是队伍一路不敢多停留，加满油，以前所未有的推进速度通过枯坡，登上雪山东峰，由棱线上下望，三六九山庄清晰可见。 这座山庄，我们来住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在很多人眼中都独具意义。远从南投信义乡来的阿青村长和向导们闻到家的气息，麦哥却是在这里举办了一场高峰同学会。20年前，台湾一支圣母峰远征队，其中四位成员在雪山重逢。年纪最轻的女性，我们在七卡山庄前的山径上已经相遇。 在三六九山庄的是年纪最长的女性，和另一位登顶圣母峰的好手。20年淬炼，大家的模样多少都有变化，生活形态各自不同，但那场世界最高峰探险都在他们身上留下深刻的影响。在雪山上的不期而遇，简直就是一场完美重逢。大家聊人生，聊老友，聊20年前一起经历的远征。 以及20年来各自在世界各地的登山阅历，然而聊得最多的竟是雪山的天气。原来遍历五洲七海险峰无数，还是故乡的山最有挑战性。我们雪拼台湾，前途还在未定之天。 到苦坡了，加油！哎呦，拿出 MIT 的精神了。哎，嚯嚯嚯！炸炸炸！哎呀，上吊！你要开飞机吗？应该会哦，蓝色，然后有七彩，这样很漂亮，颜色又很鲜艳。报告，报告，报告，这边加油，前进啊！可以过吗？可以过，笑一下哈。对，小黑的团吗？ 小黑在上面啊，对，小黑在上面啊，对，有玩到雪吗？有啊，上雪很大，雪很大，玩到都不想玩了，真的，拿个板子可以滑下来，可以滑雪下来啊，拿个板子坐在屁股底下，没有滑，外国人这边带我这边就到脖子了，下山了，好，有人要过哦，有吗？要在雪里游泳可能可以游到。 明天可能可以吧。好，向天的方向走去哦。一路上遇见的登山队伍不少，一问之下，有人玩雪玩得很乐，有人连日下雨黯然折返，更有人因为积雪太厚无法登顶。同一座山，差个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遭遇天差地远。 一向看到好天气就想空拍的麦哥，警觉到天气瞬息万变，竟然宣布从现在开始到东峰顶不放飞行器小白升空，免得拍得太忘情，时间耽误到得在枯坡上扎营。向导也很认命的埋头苦行，没有人开口喊停。 加油！哦，好吧，4 K 了啊，4 K 了，拿出 MIT 的精神，冲就对了，一条路，好。
对，到达四 K 了。那这个地方也算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点，大家走到这边都会休息，因为这边一个观景台，视野很好看，南湖中央街，还有看武亭四秀。那这边的视野非常棒哦，在这边休息。那这边就是著名的窟坡，就在前方哦。这边有些朋友已经应该是下山了，呵呵，跟他们打声招呼好了。Hello， 嗨，你们好。Hi， how are you？ 好。Hello， 嗨。嗨。好。上面的雪有很多吗？很多。很多。哇，1公尺。一公尺啊？哇。哦，这么深哦。哇。那走得到顶吗？没有，没有。哇哦。不好走哈、哦！对，这就是水太深，而且这是软软的。哦，雪太深，然后太软，所以走起来就不好走，对，很费力这样子哈、哦。对，哦，就怕跌掉，跌掉。哦，就是到冰斗那个地方就下来哈、哦。对，哇，可是上面的风景漂亮吗？对，非常漂亮，很漂亮哈、哦。你好，你好，请问从哪里来玩？英国。英国，来台湾多久了？是一年了。11年啊、哦，哦，那应该是很熟悉了。那目前是在教书吗？还是教英文？科学，科学啊，哦，科学，这样子啊、哦。你们是那个 MIT 吗？哎、欸，是，哎、欸，你有看吗？有，我看。有啊、哦，谢谢，哎、欸，你看英国人支持我们啊、哦，谢谢你们呐、啊。你今天你要去369吗？对，369，然后明天去主峰看看。Okay.看看上得去上不去这样子，听说不好走哈、哦。对，但是今天可能那个水会少一点这样子，对，可能、okay、会少一点，对。哦，好，对 ，OK， 好，谢谢你们啦、啊，谢谢。好，那我们也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那就要上所谓的窟坡啦，其实也还好，调整好呼吸，慢慢走，然后再往东峰。到目前为止，天气都还非常的稳定，那温度也蛮适合的，现在走一走还会有点流汗呢、啊。OK， 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啊。好。由于挂心天气变化，这大概是 MIT 台湾志有史以来在窟坡前观景台休息时间最短的一次。虽然休息时间不长，语言也不太通，但是我们的向导就是有办法把这些国外来的山友唬得一愣一愣，最后开开心心的和大伙儿 say goodbye。其实向导经常有机会接待国外登山队伍，我们一直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和外国山友沟通。几天后，有位国外山友遭遇意外，我们从向导救难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布农语才是世界语言呐、啊，无论哪一国人都懂。看来英语学不好，干脆搁着，现在开始来学布农语比较实在。带着崇拜的心情，我们跟着向导踏上窟坡。反正没得停步休息，大伙儿也没空哭，耐着性子一步一步爬。窟坡的长度和难度似乎就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了。一个，哭坡不哭，带着愉快的心情往上爬，因为太漂亮了。南湖的积雪，中央尖山的雪。加油啊！哎呦，加油！请带着微笑哈。哎，有不严重。带着微笑，要含眼泪这样子。不用哭，不用哭。虽然我们爬不过，但不用哭。带着微笑。不哭，不哭。加油，加油！加油！上来了，上来了。哦，宁可烈日灼身。也不愿风吹雨淋啊，好不容易我们已经走上窟坡上面的人线了哦，其实只要调好呼吸慢慢走都可以慢慢走上来的，走上来以后视野一样是非常的棒啊，整个中央山脉从南湖大山中央间一直过去无名到奇来往合欢山那边去，整个中央山脉的北段哦，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这边海拔已经超过3000公尺了，差不多3100公尺了。再过去几个山头，就可以登上我们这一趟第一座百岳雪山东峰啊。虽然这次天气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拍摄到很多的美景，不过也蛮希望的，在雪山能够遇到一场雪。OK， 加油喽！加油！
加油！呵呵呵，大把手的。有吗？有几顿？两顿半。啊？有三只。好，白白的，那个是雪吗？是啊，加油！茫茫的，茫茫的雪。茫茫的哦，风也好宽。哇，雪好白哦，全部堆满了雪，雪好厚，整个都洒满了山头。不错不错，准备上去了。到东峰了，对不对？嗯。天气还是很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有吗？有，山头茫茫的雪，有点逆光了，主峰有点逆光了。加油！加油！到了，到了！好，OK。哦，阳光真好啊，在雪山雪白的光芒照耀下，我们登上海拔3201公尺的雪山东峰。嘿，到了！哎！Give me five！ 那一定要的。哎，猎人。对。哎，加油！105年的第一座。哎，原来这就是东峰啊！东峰啊，这东峰吗？哈哈哈哈哈！到了，到了。还有没有通风？还有没有通风啊？小波，又上来了。这一条路啊，对，然后就到了哈，来。再见。哇，又上来了哈！105年的第一座百岳。对啊。哎，再见。真的，不要。留太久会痛风。好，先贝多芬，贝多芬登临雪山东峰。哇，恭喜恭喜！哇，雪山的雪从这边看就感觉雪非常的厚，好像蛋糕哦，淋上厚厚的奶油啊，一层很厚。雪山主峰，然后一直延伸往北峰那边过去。我这边刺绣品田，品田的雪比较少，因为是峭壁嘛，哈，对，峭壁积雪比较少了。OK。好，那我们赶快来拍个照吧。好，我们要赶快记录一下这雪山的美景，稍微有点逆光，不过还是很漂亮。369也看到了。OK， 那我们大家卸重装，好，大家拍拍照。OK， 小白起飞。好，起飞了。要哦。有起飞吗？起笔。雪山东峰。加油！我们的那个有起笔，台湾之那个。我们在雪山东峰。向雪山呼喊，来哦！1、2、3 ，MIT 台湾制雪山东峰成功！耶耶耶！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有有有！登顶之后的呼喊，向导一个个蓝教官上身，都想制造点趣味，大家都很受用。向导却在事后告诉我们，一旦想学蓝教官，就知道掌握那种浑然天成的喜感和恰到好处的反应时机非常困难，只能说那是不世出的奇才。有机会和他同行山林那么一段时日，已经是难得的幸福了。东峰顶上天气正好，飞行器小白升空，带给大家前所未见的视野。对向导来说，小白是个奇妙伙伴，大家都很想操作它，探索新的山岳美景。但小白能飞得顺畅，那是摔了好几架之后，慢慢累积经验才学习到的操作能力。大家不敢轻易造次，能够迎接它就很乐了。